放心。啊？你在想什么呀？我没想啥呀，你行李收拾完了？没有，我哥在上面收拾。你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，非得现在说？我没事啊，我就是那、还是那人送的。那个人到底是谁呀、为什么不自己送？哎呀，那肯定是你追求者呗，他不好意思送。那你来就是为了送这个？我给你发那个邮件你看了吗？看了，那什么破邮件呀、非得三年以后才能看啊？那里头就是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拍的照片啥的、然后还有什么？反正你别管了，就是一个惊喜，你三年后你就知道了。那三年后你和我一起看？我就不用了吧，你自己看呗。那我不管，少你搞那么神秘啊！反正你不看我也不看了。那三年后咱俩在这儿一起、啊？你看到了没？那你到底咋想的呀？我还能怎么想啊？那这个人，你这啥呀、哎呀，快点拿着，你不可以多看。我那，不扯了，你回去再看去。